输了，再赶快再来第一首歌《男子汉》。哇哦！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见，一定是你的他又没有打电话，可能跟别的猪头在床上脱光光，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想，要有心理准备，不然你会把他杀。同样的问题又不止一次， Oh no, Oh no, Oh no, 街上的马子快点下手吧，Thank you.